一般说话，哦哦哦哦，这就是真声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假声就是比较高的。哎，那假声跟假音一样吗？其实是相同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就是假音嘛。对，全台湾不到十个人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对，非常非常的少。对对对，我们唱歌有一种叫小嗓，嗯，小嗓，比如费玉清，小嗓其实有在京剧里面有出现。让我们呼喊一声晚安。对，那这个跟你们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用假声唱，可能是来。我们先来听他的表演，好好想看。那种表演就是很有看头嘛。表演完之后，我们再决定要不要访问。好，对，要不然前面可能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假声，他是假鬼假。唱完对，有对假鬼假怪，然后唱完音很难听。对我们来说有风险。不会的。好，我们听听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一首《茶花女》哦，这个喜欢。哎，饮酒歌来。先贴再说，来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鸡皮疙瘩，哇，太猛了啦，天哪！明伟，你刚刚有没有唱歌人？他这样唱，对啊，我就是突然之间他又出现低声部那个表现，好棒哦，对，好厉害，可以听到一段流行歌，我应该可以把它变成声乐。哎，我想听，真的吗？好，没有你比较熟的，那听海怎么样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好像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起一个 key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的面也太孤寂，被起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什么的心情。这边也是歌手，所以最后给我对是真。